关仔岭假期公车首航典礼，七月七五日关仔岭岭顶公园举行。现场除了展示全新的关仔岭假期彩绘公车以外，也安排爵士乐团演唱老歌《关仔岭之恋》，展现关仔岭温泉百年历史风情。先甲咱台南市吼三间客运公司说多谢啦，新营客运、兴南客运、甲富祥客运吼，今仔日公司有两间公司来啦吼，包括台南三间拢来吗？哦，咱站起来，咱甲说多谢一下吼，对台南市这个公车政策的支持啦吼，因大家拢无少重视啦。哦，台南市政府咱交通局那规划袂歹，因都支持就对啦。哦，所以你看这边因嘛要开千几万买中型的巴士，哦来开这个关仔岭假日公车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大家坐车来关仔岭坐回来，三、二、一，请接目关仔岭假日公车。关仔岭是台湾北境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三大泥浆温泉之一。过去民众前往关仔岭，大多数拢是开车为主，假期时常受到塞车之苦。为着回应地方心声，市府特别甲公车业者合作，规划关仔岭假日公车，每逢假日甲固定假日行驶，为关仔岭站岭顶公园发车，一天十班车。这条路在172乙线。以前是袂使塞大客车，不能走大客车，哦，所以这个大客车是危险，哦，所以咱过去咧，咱青阳客运走这条路线，伊嘛无小客车，所以咱去年底开始买叫西南客运啊买中巴，那今年交车之后呢，所以我们积极的来开这条路线。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条路线人客较久了，过去因为无迄个运量所以我们没有开这条路线。那这次呢，在地方的大家的期盼之下，那终于在今天我们开了假日公车，所谓假日公车，顾名思义就是在例假日跟国定假日我们才开。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假日公车，让大家呢能够来到关子岭，能够轻轻松松搭我们的假日公车，我们可以到水火同源我们来到洗完温泉，大家绕一圈走一下我们的关子岭欣赏一下我们关子岭我们的这个山川之美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关仔岭假期公车全长14.7公里，这公车由水火同源、火山碧云寺、大仙寺、甲好汉坡的知名景点，同时享有前8公里免费游台。只要你在各个景点落车佚佗，再上车就免费。赖市长邀请全国民众来到关仔岭坐公车轻旅行。除了头拄啊张局长讲的吼，咱的泥浆温泉以外，你看这个水火同源的，碧云寺、大仙寺这拢三级古迹啦。水火同源这是台湾独一无二的，已经安尼都300万栋啊。你看安尼。一路行过后，宝山桥、好汉坡、吼、哦、关仔岭教会，这点实在是吼、哦、非常好啦，非常好。吼、哦，变有人文、有历史，吼、哦，佮有土鸡啊，土鸡啊，很好食。竹笋我倒落起来的时阵，看了讲采双笋，吼、哦，采双笋，所以足欢迎啦，吼、哦，足欢迎。咱住关仔岭的乡亲，大家要多多利用。是不是会当唔免钱？他都话局长应该大家教，全长14.7嘛，近8公里免费嘛，前8公里免费啊。你若另外落车一个吼，讲一下话，又搁起来就唔免钱啊。这条咱的客运公司，因来甲咱的这个大力来甲咱做靠山。咱的台南市议会甲台南市政府做伙联手来拍拼。所以咱今仔日关仔岭假日公车就要来启动了。希望讲咱所有好朋友，第一爱来珍惜这个资源，得来无简单。所以咱在地的乡亲更加爱来好好运用，同时将这个好消息，甲咱所有亲戚好朋友拢甲道奉上。赖市长真的很有远见哈。其实休闲哈，就是你要让自己放慢脚步啊，让自己真正会当
啊，慢慢啊去欣赏，慢慢啊去休困，也是啊，慢慢啊去接近这個你平常啊无接触到的这些大自然呐，哈。所以其实啊，坐公车是最好，比你开车还好。开车你就干那爱看头前的车尔，你就无法度看风景啊，敢毋是哈？所以我是嘛是感谢咱的啊起护团队，加咱的啊这个啊所有交通建设的团队哈，包括咱所有协力的机关。大家努力，把这个交通建设，尤其是这个假日公车哈，这是一个成本，而且搁足节约、搁足环保的一个做法。首航顶的由赖市长带领交通局长张建源、市议员李退之以及市议会赖美惠议长，甲民众搭乘观澜岭假日公车首航班车，并且参观固定三级古迹火山撇粉石，和这位贵宾亲身体验观澜岭假日公车沿线的美丽景色和人文风情。